今天非常高兴，我们台南市抱着办喜事的心情，一起来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这个最顶尖的运动选手来参加我们最高等级的台湾的运动赛事，也就是112年全国运动会。那不仅总统、院长、部长莅临，但是最重要的是，他们都是来为选手加油打气。台南市为了筹备112年全国运动会，事实上我们已经努力很久。事实上，我们从已经16年没有举办全国运动赛事了，所以说这次我们都非常非常谨慎哈啊。虽然很多同仁们都很辛苦，但是也希望以最好的一面呈现，不仅在运动方面，而且在城市面，而且在产业面，都希望提供给这个选手们以及来加油的来宾们、贵宾们最好的一面。大家记得上次台南市举办全国运动会的时候，这个地方还是一片荒烟蔓草，但是现在已经是非常棒的一个运动的一个会展中心，所以呢，很多场馆也是，很多场所也是，我们都费尽心力来努力来整修。那我相信也期待我们的来自全国各地的运动选手在这边有最好的表现，我们会努力以赴来提供选手最好的服务。